这是泰国湄南河周边的这一家 Seven。我本来想说到曼谷的时候要拍 Seven 给你看，给你们看了，但是昨天回来太累了，我们去吃个饭就跑去睡觉了。其实泰国的 Seven 那种类也是非常多啊，那感觉起来也是很好买、很好逛的地方。差别就是在于说，我觉得它这边的饮料一些进口的，比如说伊藤园，或者是说美丽果啊，那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，而且便宜我觉得还蛮多的。这边饮料食物的多样性也是蛮多的。我听说 Seven 这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做什么热压吐司，但是我是还没有看到。你看这边面包也是很多啊，而且我觉得种类的比台湾的还多。看看他的生活用品区有什么好。你可能觉得那个画面会有点晃啊，因为他这边的日光灯不是那么的好。生活用品也是蛮多的啦。那他有纯卖那种大包大包的冰块，就是冰淇淋。我们是买那种大罐的水，刚刚去买一大堆。那他这边对旅客也是非常的，我觉得蛮友善的，因为一些日用品啊什么的非常齐全，而且几乎什么牌子都有。店家不大，就这样小小的。我这边就是入口。好，欢迎来曼谷，自己来自由行逛一逛，就到这里。